心中彻听设法未来现在之事，是第八天耳通愿，又名天耳智愿。此地这六种神通都有个智字，说明定恢复本能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智慧是什么？在眼是见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智；在耳是闻，听得清楚、听得明白。啊，所以也称天耳之通。天耳，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。能闻六道众生的语言。啊，注意这个天耳是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天，无色界他们有形象，你听不到他的，啊，那么说明他不是讲的欲界六层天，欲界六层天报得的，色界十八层天是修得的，啊，四禅八定啊，天眼天耳通显现，他的能力能闻六道众生，能见六道众生。啊，六道从色界十八层天一直到无间地狱。啊，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。他们的语言你通通都能听到，不但能听到，而且你都能听得懂。啊，你没有障碍。啊，他说的什么意思全都了解。即远近粗细一切音声，这是讲的医报。啊，居住环境里面山河大地自然现象，这里头一切音声呢也都能听到。会所里头说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言语音声，没障碍啊。啊，我们有障碍啊，他们没有障碍。啊，那他的范围是整个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这一片未以闻为过中天人，不得天耳，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，不取正觉。未的闻比
会集本，文字上啊多几个字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啊，可是会集本也会得好，言简意赅。啊，用的文字少，意思很完整。极乐世界的天人，由天而同，他的能量、下旨、文，百千亿诺由他诸佛所说。这一句说明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经常分身、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。啊，供佛修佛，听经闻法是修慧也。啊，这个地方是闻佛说法，啊，佛慧双修。他的本身呢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身边呢。啊，那我们会怀疑。阿弥陀佛一个人，每一天往生去极乐世界有多少人？真的无法计算了，太多太多了。你看看，讲诸佛国土啊，都说百千亿人都有他诸佛国土。这一个诸佛国，一个佛国土里面，一天去往生的有多少？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不多啊，但是整个银河系就多了。啊，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。范围不大。啊，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算是一个洲地球啊，南瞻部洲。啊，南瞻部洲就是地球。你就想到地球上往生的人有多少？不多。啊，那太阳系里面往生的人，银河系里头往生的人，啊，银河系是一个单位。单位世界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十亿个银河系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。三千大千世界，银河系是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。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即一千个小千世界，叫一个中千世界；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它有中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叫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啊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一千乘一千，再乘一千。十一个银河系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这个教区里面的众生，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，人数就太多了，一尊佛就说不尽了。啊，
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，所以你想想，真的是无量无尽无数啊！我们无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。这么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然后再想想，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，没有阿弥陀佛接引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那么阿弥陀佛时时刻刻，我们讲分分秒秒，它都要变化，无量无边的分身，干什么？去接引往生的人。啊，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了，我们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到人家讲经说法，同时他分身无量无边，到一切诸佛刹土去接引往生的人。我们读经的这些地方要留意 为什么？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们在阿弥陀佛的身边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六通的能力跟佛差不多，于是我们一定也是分无量无边身啊，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众生，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，本身没有离开弥陀啊，这是一路富贵双修啊，这多快乐的事情啊，在极乐世界完成啊，然后想在极乐世界成就，为什么那么快？不仅是弥陀教诲，亲自教诲，同时接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，这地方能不去吗？这地方能不信吗？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，肯定你下定决心，我非去不可，我现在就要去，我不愿意此耽误啊！现在能去你还不去，那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一定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干什么？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看，给净宗弟子看，除这一个理由之外没有第二个理由啊。那么人虽然留在这个世间表法，心里头确实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，不再有障碍了。啊，那么虽然在此地因为万缘放下了，实际上障碍也没有了
啊，在这与种种挫折障碍，那都是表法演习给世间人看。啊，自己呢，实际上跟住在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差别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